Hello， 你在干嘛？我在写等一下要采购的东西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大卖场，好久没去。来，跟你说，恭喜你又有来自干妈的礼物，请打开它。我已经开过了，并且有点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。他寄来全部都是你喜欢的，因为有人把那个清单上面全部都写他要的东西，别人要的东西要写下面，所以结果呢，寄过来的东西就是他要的东西。那这样真的很幸福。来公布一下我们干妈的名称，叫做。他们的东西真的很漂亮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上一集，他东西多么的有气质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会选耳环，我上次帮你选的耳环真的很欧尼，很百搭。你对啊，所以现在已经变成我的耳环了。对，所以我就给自己再挑一个新的耳环，我好聪明。很可以想象，这之后就会是我的耳环。而且上次耳环感觉好像都要穿很漂亮才戴，我觉得不用。所以我今天穿的很 casual， 但是我觉得一样可以驾驭这个耳环。哇，还是有欧尼感，还是有啊，因为你长得就是欧尼啊，这是脸的问题，对，是脸的问题。可是我觉得我上次挑给你的那个你也戴得很好啊，对啊，这个像戒指的耳环，我不会当王美傻眼。好，那你戴一个给我们看看。好了，哇，就是比较小这样，但是就有那种精心小巧可爱秀气的感觉。哎，它有没有办法就是这里戴大的，然后上面戴小的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后面有一个人他还戴耳环的同时，因为他说他上面那个洞现在已经有点撑不开了。大家看我这个耳环，应该还蛮常看到我戴，还蛮常看到我戴这个耳环吧？这个真的是超级百搭好看，他现在还有在卖，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买我这一款，我强推。那他这个戒指，耳环呢？耳环啊，就是有这个。你好了吗？那两个都可以耶，小狼。嗯。你折腾了很久啊？对啊，嗯哼，你觉得手环会不搭吗？如果穿这样？不会不搭，因为脸长得漂亮，穿什么都搭。啊，不就很会聊？嗯，对。好啦，我给你看一下我刚写了什么。嗯哼，我要买牛奶，咸的零食，甜的零食。嗯哼，要不要买冰？要，我们还要买那个铁锤。好，铁锤，你看还好有写。我还要买咖啡豆，咖啡绿植，意大利面酱。好了，我们好像可以准备出门了吧？那我们就出门吧，带着我们漂亮的饰品出门喽。喜欢的话记得去 Anna Luisa 官网采购 ，Let's go！ 哇哦，这是推车吗？非常好用的东西，选了一个很适合我们的颜色。我觉得两个女生在一起，这个推车可是无敌必备呢。来展示给大家拖的感觉。我傻眼，你很雷欸。搬出来之后，我们大概一周就会去一次卖场。其实最主要买的东西就是牛奶，因为牛奶不能放太久。走咯，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到卖场来一起逛街，然后有拍影片给大家看，对吧？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忙碌了。你要看什么？咖啡都买一送。范兔爷购物其实很疗愈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。现在有买一送一，然后上次我们来没有买一送一，但我们亏大了，就是亏300多块。对对，我们上次买这个没有买一送一，然后现在买一送一耶。你知道我们靠挑咖啡吗？不知道，就是看那种包装看起来好看的、啊，就是蓝蓝的，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。有狼哎。很吵，它是羊驼啦。很坚持家的好姑娘都买买一送一的东西。又到了咖啡区了，这小家伙又出动了。像这种包装就有可能会被他拿起来看。就他竟然拿旁边的。请坚持家挑一个在特价就好了。我其实蛮喜欢罗勒口味的啦，就买这个。这个给你，我刚挑了罗勒的特价。好。台湾人的最爱就是益美的系列啦，肯定。两个。而且 Arrow 来我们家都会吃我们的益美，我们就故意不买草莓的。哎，那个，这个可以买吗？那个海苔要不要买？要。好了啦，太多了。不一样的海苔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好了啦，好了。好了啦，
我觉得我们有一天肥死不是没有原因的、欸、对，没办法，我们要招待客人用的吧。对啊对啊。好可爱哦、喔、跟猫耶、欸、好了吗？可以买吗？可以。我来检查一下我刚刚出门前买写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怎么拍成这个样子、欸啊、我疯了。水水水水水 go go go。 我也想买这种豆干豆干，可是你不能吃牛肉哎、欸。那我就是不要买牛肉的。找到你的春天了呀、yeah。 这个哪一个？碳烤蜜汁，好啊，它特价你就买吧。我都用特价来买，对，因为我们住旧的那种华夏，所以我们那个管线也都蛮脏的，所以我们饮用水我们就是买桶装水，桶装水，然后我们就不会用煮的。但是如果说像洗澡那种，我会装那种滤水。滤水。嗯。太重，推不动。喜欢用自助结账。哇，真是辛苦狼了呢！哇，好帅哦！想象一下，狼是一个结账员的感觉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有一种很利落的感觉呢？实在是太帅了，对吧？没错，这就是他，狼结账员。决定接下来交给兔爷结账员。不大会刷的样子。猜今天花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不想猜。3000块买得到吗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好用。对，感觉比较快。是。找到他的新人生了，就是拿着那个八扣机开始扫，开始扫的，怎么样？有点尴尬、啊。对啊，不管吗？太帅了。我们这样去吃饭，两个人饿死了，饿坏了。我要去吃海底捞。耶、yeah。麻辣锅真的是最舒压的食物，为什么？呼吁大家就很爽啊，吃完就是汗水啊，可能还会有泪水吧，我不知道。就是在这些水分的那个就是挥发的作用下，你应该把不好的情绪给消化掉了吧？懂呀。然后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些海底捞，幸福。懂了，直接走路去，赞。他给我们苏打仁爱眼睛。你是不是知道为什么？我很常去买。对啊，永丰饮就是这个是要拆那个 logo 这样，下次要把下面拆电影。对，这是青花椒吗？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在做这样。苏打样子看起来很美，你看你啊。哎呦，等等啦！哎呦，点餐喽！然后再来是汤底的部分啊。你看我们选四个，但是其实有两个根本就是清水，然后这样子就是只有分之一百块，这样子很便宜，汤底大概只要200块。没有，只要200块，100多200。你如果原本的一半的话，我们点起来要600多。哦，嗯。喝汤，你要不要喝汤？得有葱哎、欸，哦，这是泰式的，好喝吗？好喝。那吃喽，我要下料喽。哇哦，谢谢。没有，我的朋友。谢谢。不
像买太多，我都觉得好像不应该买这么多，很罪恶。等到真的开始吃的时候，觉得我当时怎么没有买这些东西，或者是为什么要客气？所以我今天是有点不客气的在买，然后就真的买很多。Hello， 你怎么